我们现在搭的是六福士的火山历险，我们准备好了没？大家准备好了没？我们出发了！现在还可以悠哉，等一下就不一定了。这样子好了。好，过这里。哦哦哦哦，靠着后面，那就这样子吧。 好玩吗？我手真的有点可怕。真的好玩吗？好，你需要抓紧哦。闭上眼睛也可以。好漂亮哦，在火山里面呢，像探险一样。哦，好美哦，好多蜻蜓。 进隧道了，先把帽子戴起来，不要安全。我怕我叫不出来，好漂亮哦！你们看，现在在山洞里面，啊，前面就是我们人生的出口，好美。 看后面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我看到了，有恐龙，还有那个是大怒神，等下去坐好不好？你们不能坐。Hello， 现在还可以悠哉，这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 准备了，哇，好看的火山，水枪喷喷火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抓好啊，抓好，器材要抓好，准备了，最好可以闭上眼睛最好，准备来了，一二三，加油，加油，哇哦，Bravo！ 三三，你还在吗？有没有飞出去，露露？没有。哦吼！哦，好好玩。全身都湿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玩吗？好玩啊！还吓我一大跳。这是小龙，是吓我一跳。哇！我镜头都湿掉了，现在看起来应该全部都水吧。哦。上去。 不开的话会飞出来。到达。等下要不要坐一下海盗船？ 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要用手爬了。哦，哎，又喷了一次。刚刚有叫吗？应该是防水的吧。 应该叫不出来吧？没有了，结束了。没有了吧？结束了啦，一次而已，一次就够恐怖了。哇，里面有，前面有人昏倒了，你看，他晕倒了。 我跟你讲哦，我先过一届哦。你,
两家、欸。对，我知道啊。不会吧？够乞丐啊！我也不知道，不是很确定。好，拍一下镜头。Hello。大后套。又一次了，又一次了。走路我爱你，大山我爱你，不要害怕。会痛吗？好刺激啊！还有没有一次？差点。珊珊是晕倒了吗？好玩哦！我看一下珊珊。珊珊，你还 OK 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呀，好厉害，真的。你完全不会害怕哎、欸。那等一下我们坐那个好不好？海大船。太危险了！结束。